你知道你不跟他說嗎我要還給他算是你和我自買代價 四哥拍檔最多啦，咁拍得戲多咧，自然咧，真係好似會有感情㗎嗬。啊，呢個係誒係人都知嘅秘密啦。係。咁樣，我曾經同四哥咧叫做真係拍拖咧，就真係拍過7年拖。係。到後期咧，就女人終歸係想結婚嘅。係。 咁四哥系当时系得令嘅洪小生啊，佢当然系唔想咁快结婚啦。系，所以咁我哋就倾完咗一轮偈之后，我哋就决定分手。据我所知。 即系你而家嘅 husband 啊，要大笑追你嗰阵时，好似四哥知噶噃。知啊，知啊。咁我曾经同四哥讲过噶。系。我话而家有一个男仔追紧我。咁我以为佢会拍拖啊。吓。点知佢话我。啊。咁都好嘅，你去睇下咯，睇下你。 嘉玲当初毅然选择纯真而简单嘅感情，选择泰国平淡而简单嘅生活。时间证明，嘉玲得到美满嘅婚姻。